难过、痛苦、压力，就几乎应该都有感受过。这半年最开心的就是能成团嘛，难过的是生活很快的转变了。因为确定要走这一行的时候，其实我谁都不认识，然后还到了一个不是自己家的地方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站上舞台的时候，没有人认识我是谁。我当时参加创造101之前，我的粉丝是10万，我这10万粉丝攒了5年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现在就是一站上舞台，我可以看到很多的反应，都会听到大家叫我的名字。我等了5年。我这里所有灯牌，这些人都是来看我的，这些人都是来支持我的，这些人都是爱我的，的那个状态会很不一样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给了我很多自信。就像这次的Sunny，是我虽然不会作词作曲，我不会创作，我懂音乐的态度就这么一点，对，但是我拿这一点来扩展我的作品。因为有了他们，你知道吗，就是有了他们了之后，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做很多事情。他们对我来说很重要，真的。半年多来对我这么好，我们这里还怎么样？